古铺9月3日讯，比利时球星库尔图瓦近日在接受比利时媒体采访时，谈到了比利时在世界杯上的表现。世界杯半决赛失利后，库尔图瓦曾公开抨击法国队的踢法反足球，而他在近日改口称，法国队配得上夺冠，世界杯半决赛的失利确实很痛苦。当你无限接近触碰到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，最终却失败时，你会感到很失望的，但这也是合情理的。这个伤痛已经过去了，法国队配得上夺冠，比利时目前会专注于下一个大赛，欧洲国家联赛和欧洲杯。库尔图瓦说。